明白些日子。许等的领导来的各位嘉宾，我代表全家的热烈的欢迎你们大家的到来，并表示真心的感谢。我女儿妹妹和李军先生，今天是他们的大喜日子啊！希望我们各位父母是十分的高兴，希望他们结婚以后能够，夫妻啊，夫爱，夫帮啊，夫策。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来创造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。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呢，要孝敬双方的父母。结婚以后呢，双方要看看，他们结婚呢，我也送上最真挚的祝福，祝福他们新春愉快，多点喜乐。同时呢，也祝福所有的来宾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。让我们想起新化人们的热情掌声和呐喊声，送给远道而来的杨叔叔，谢谢你，记得常回家看看。好，同样把话筒给到咱们的你爸爸。尊敬的各位亲戚朋友，大家中午好。今天是我儿子李正跟儿媳慧敏的大喜日子，在这里我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，同时也感谢我亲家为我儿子生了这么一个漂亮媳妇，非常感谢。也希望我儿子以后跟儿媳妇在以后的日子里互敬互爱，相互理解，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来努力奋斗。好，谢谢你爸爸。来，李俊、慧敏，咱们牵着手，咱们向舞台这边靠拢一点，向前一小步，向前一小步。来，同样叔叔阿姨向前一小步，牵着慧敏和李俊的手。来，也辛苦到我们的摄影师为这幸福的一家留下一张美美的全家福，也同时要感谢全场所有的来宾对这个家庭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帮助。舞台之上。